啊，五点多了，准备煮晚餐。这个泡暖了，解冻了。这个梅干扣肉，卖酒的送，不去卖酒的送。这个晚上要炒红萝卜，要炒鸡蛋。先洗手，先洗一下手。洗一下手，准备洗米，洗米煮饭。洗肥皂，要搓40秒。抹肥皂一起搓，这是要40秒。干净的，晚上三个人出吃，三个人吃一杯半就够了，这样子，一杯半，多一点，三个人吃就够了，三碗饭，一杯半煮三碗饭，这样子。用手揉，抓一把揉，再放回去，再抓一把起来揉，这样子抓一把起来揉，再揉，揉到那个水很浊，再倒掉，换第二次。米也感觉涩涩的，好，这样就倒掉，倒在桶子里面，等一下可以洗菜、洗碗都可以，先不要浪费掉。好，洗第二次，米最少要洗两次，要超过水，要超过米一点点。这样子抓一把起来，用手揉揉，感觉涩涩的，水比第一次清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是不会滑滑的，揉一下不会滑滑，这样就干净了，可以了。你也水比刚才那个青色，第一次青色，用手去挡着才会跑出来。一杯半就要一杯半就要内锅就要快两杯了。一杯可能要两杯，等一下也要连这个一起蒸两杯，这样就要多放一点才不会干掉。两杯，一杯半用两杯水。外锅就要本来是两横，两杯是一杯半是两横就够了，现在要多一横，因为要蒸这个东西要多半横，要两杯半，好，快三了，好，这样可以了。要连这个一起蒸，这一碗拿起来，大
大盘的，剪刀拿去剪开，这个先倒下去好了。电锅就在那边，转过来就看到了，有看到电锅，有哈，可以。这个要倒下去，这个放下去。转过来看，很简单的下去，剪开，转过来一下，看这里，这个是冷冻的，哎，这个可以撕，哎，这里有一个撕口了，哦，一撕就开了，用剪刀，简单倒下来。有梅干，还有两块扣肉，梅干菜，就两块扣肉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两块。放上去电锅蒸一下，还有三个人吃，刚好这个上次一个没有吃完的，上次开班，下次只吃一个，这个给它弄在一起，变成三个。放下干饭一起蒸，因为外锅有多放一点水啊。没有关系，放下去，我们再来洗。啊，这样就看得到了。放下去，电锅盖起来，插头插上去，开电十几分钟就好了。好，这段是煮饭，我现在再换一段。